那过来复兴香港所防疫真用心，伫咧第一线的柜台加增亚克力材质的透明隔板，隔开商办人员加民众，希望保护商办业务的员工加民众。另外哦，实施公共场所第二轮大消毒，希望透过防疫措施的超前部署，避免疫情感染加扩散。复兴乡公所一透早就来进行公共场所防疫大消毒的工作，清洁队员爱上消毒机器，设立开关喷入漂白水，社区活动中心奖庙充满着白烟。砖头吼，每一个所在消毒，因为咱迄个复兴乡有一挂人较济的所在啊，咧集中的所在吼。咱拢吼定期会来做消毒吼，因为这个武汉肺炎吼，大家拢真紧张吼，所以讲咱清洁队每一天吼拢摆每一个砖头，只要是大庙、活动中心、学校所有所在吼，咱会拢会做消毒的这个动作。但是呢，咱福建乡非常大乡吼，咱若要做一年安尼吼，大概拢爱头一礼拜，所以讲咱伫每两礼拜拢会来消毒一遍。因为武汉肺炎已经升温，配合中华管政府超前部署，复兴乡公所各家民众接受的一楼服务柜台装设透明塑胶防护板，门卡口各采红外线温度测量仪器、酒精消毒器，防止病毒入侵。加工吼，咱有买一台这个红外线的这个感应器吼，只要民众来这个吼，伊温度马上就当显现，它到底有几度，能不能进来，然后还要酒精消毒哈。过来就是讲吼，咱办公室拢原来有做这个隔离的这个动作，和咱民众一般民众来洽讲吼，甲咱的这个乡公所所有公务人员呢，会当做一个隔离，甲袂互相来传染吼。所以讲吼，这回的这个武汉的肺炎吼，咱呼吁乡公所吼，大家吼安尼感谢大家吼，真认真吼，大家做回来来做这个防疫的动作。防疫期间，公所也请办公室的民众挂嘴安、量体温，另外也来建立分流办公模式，分散感染的风险。大家共同度过武汉肺炎已经难关。台中华新闻林桂英、复兴彩虹报道。